系民政专员，系做你老板噶，真系做你老板啦！而家系，所以你咪见到咩黄志华嗰啲，点解咁多人欢送佢咯？系咪先？系嘛？因为根本系小皇帝咁，唔系小特首啊！以前系叫小特首，而家系小皇帝啊！咁而家呢啲议员咧，哇，好似发现新大陆咁样样、啊。你而家先至知道民政专员做主席嘅咩？吓、啊，阿狄志远，你唔好扮嘢啦，屌你真系。好啦，佢话而家嗰啲咁样嘅区议员啊，系嘛？嗯，接受嗰啲指派嘅专员俾嗰啲 job 之后咧，哇，好似成为咗区议会嘅第二梯队咁啊，政府第二队咁样样，屌你而家先知啊！喂，你不如听下我哋节目啦，不如我哋一早有关爱队开始，我哋已经讲紧关爱队同埋区议员系架床叠屋噶。啊，呢个戆捻鸠啊，真系将。诶、哎，主席，我想问下局长啊，究竟而家区议员咧喺个议会入边咧，可唔可以同好似局长咁样过往咧咁啊向政府 say no 噶咁样样，好唔？佢有冇認真睇翻都係完善地方治理局嗰份諮詢文件㗎？喂，講到明係唔得㗎喎呢啲嘢。其實我話俾你聽啦，呢、這個就係叫扮傻。你又知唔知咧？我肯定佢唔係第一隻，但係呢個叫扮傻喺個立法會入邊扮民主派，就俾個位你阿麥美娟喺度扮開明扮開通，就話。哦，唔系，麦美娟就话，即系无论系正反意见都要如实报告嘅。嗱、啊，呢个系重塑区议会嘅目的嚟嘅，就唔会绝对唔会好似阿狄志远咁讲，唔会 say no， 只一方面嘅意见，亦都唔系我哋所期望嘅。否则就唔使你写报告嘛，系嘛？屌你讲呢个说话，讲完之后满唔满意啊？狄志远有冇追问啊？问完一个废问题之后。屌你！然之后你咪收皮啦，扮咩民主派啫？你条卵样真系，系嘛？使唔使话俾大家听？使唔使提下大家狄志远咩样啊？呢条卵样咩样啊？啊，咪就系咁嘅样嘅咯。呢条友系嘛？仲想揾人出嚟选区议会，跟住都攞唔到三会提名，咁你个废柴，而家先知咩？你揾人选区议会你嘅时候，你唔知嘅咩？戆卵鸠啊！真系。咁好啦，麦美娟之后点讲咧？啊！麦美娟讲咗如实报告嘛，叫你写报告，咁你咪写下啲啊相反意见咯。但系想完啲相反意见之后点样啊？要俾我哋说服。嗯，我哋知道咩相反意见，但系你作为区议员，你就要说服佢。嗱、啊，下情上达，你要俾政府知道，上面知道有咩人反，但系最重要都系上面嗰人说了算系嘛？嗯，所以嘥鸠气嘅呢个系。咪同埋，即系一个嘅 DQ 区议员，其中一个原则就系你拒绝执行呢一个嘅主席嘅命令啊嘛，即系啲 DO 嘅命令啊嘛。啊，所以咧，跟住咧，嗱，呢个容海恩呢个废柴又费事讲啦。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呢个梁希啊，梁希咧就好捻戇鳩嘅梁希。梁希喺选立法会嘅时候咧，就话已经要争取嗰个咩咧？佢嗰个咪屎头咯？系嘛？嗱，呢个啊吓。系啊。哇！呢個叫屎頭，係啊，同頭先嗰個黃俊石嗰一劈 LEGO 頭差唔多樣嘅咋？咁、哦、又唔同，呢、這個叫樹琴頭啊嘛，呢、這個叫做係係嘛啊，即係咁嘅樣啦嚇。呢個又話嗰度爭取啊西灣可開地鐵係嘛？係啊，啊呢條友係又係懵成成嘅呢條友係，咁佢話喎嗱，而家七成人咧就比較內向，唔敢接觸佢哋，甚至乎喂我哋啊。去敲门都唔敢开门、啊。未来政府可唔可以结合一啲咧政府掌握嘅数据，配对关爱队或者区议员去做家访啊？而家你自己都话啦，唔系配对嘅问题，你唔开门。你而家话市民内向。喂，咁个问题你成班人插眉梁希，你成班友插眉插眼咁样，我唔开你门系好正常噶、啊。同埋都我哋都有解释过，你呢件事你唔好。即係你未偷偷地走入去人哋屋企嗰個拍門，然後話咩宣傳記得，即係要去區議會嗰個投票。投票啊，真係！我唔開門係理所當然嘅喎，你入去係逼我投票喎、啊。啊，逼人哋投票啊，係嘛？係咯。咁啊，做埋啲，即係你呢啲喺度扮關心啊！根本上而家你一班人都唔係我選出嚟，就唔中意你哋，根本就係、是。唔中意你哋啊，唔系内向啊，系唔欢迎你哋啊！你唔系我选出嚟啊嘛，我梗系唔开门啦、啊，你不卵样。同埋即系你喺 Facebook 嗰啲街坊 group 嗰个个都有讲，
喂，你凌晨拍我門，喂，我要瞓覺噶，我聽朝要翻工噶，細路仔要做功課噶。啊，但呢個好重要喎、啊，即係唔係阿梁希講咧，我都唔知道原來咧，即係嗰啲區議員啊，係咁神憎鬼厭喎，而家係好合理啊！即係而家話俾你聽就係神憎鬼厭啊！呢班人係我唔開門，唔係內向，我唔屌柒你係因為我有禮貌啫。嗯，係嘛？唔係話被動啊！你以為？你以为他们纯粹是内向吗？性格内向那么简单吗？是不能喜欢你们啊，这帮人样啊。不是我选出来我准备开门给你啊。识你老鼠啊，我都讲。你边能过来的，可能广东话都没讲正啊，其实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啦，你选还选，不要烦我。香港人已经适应了你们那个玩法，总之就是你不要滚搞我。啊，你做show就做show啦，你不要找我来搞啦。是吧，你而家做啲區議員咧，委任嘅多數，委任嘅佔多數嘅，咁即係有啲人問埋啲戇鳩問題啊，咁啊即係譬如好似阿邊個咧，呢、這、一個啊頭先我哋講個嗰、那個，咪梁希，唔係梁希啊，狄志遠，嗰、那個叫做容海恩啊，喂而家一堆咁多區議員，有直選、間選、委任議員，應該揾邊個先啱啊？哦，你先知啊，而家係。其实你直选的就应该找回你直选那个，但问题最尴尬的你直选的人呢的议员呢就少了很多，你要管多很多区，正路来讲一个大区两件啊，讲紧一个大区两件，全香港88个直选的，是啊，因为你嗱冤有头债有主，哪个投票你给你就找哪个咯，你不是我选的你委任的，我认识你老鼠咩？乜但你就算直选都好，我都其实你个认受性都好低，其实你唔问仲好，你越问就越尴尬，根本就呢问题系27%嘅咋投票率？系啊，系啊，你而家你咪要面对呢啲恶果咯，系嘛？咁咧咁啊，好好笑啊！你而家做区议员咧，就真系好捻戇鳩啊！真系，我又唔知点解咧，就系话阿边个即系稀罕做乜鳩啊？即系琴日周永强，你稀罕选呢啲区议员做乜捻嘢啊？你选埋呢啲区议员，咪你几多岁人啦、啊？系嘛？我你咁大个人啊，我就系最记得就系你个样嘅，其实系你稀罕做啲乜嘢啊？喂，嗱，你而家成班小学生咁戇鳩鳩，哦，原来咧，即系连请假都唔俾嘅喎，啊，原来请假都唔俾嘅嗱。咁因为咧就呢个中西区啊，咁今日开会喎，咁就话佢而家佢有个即係佢唔係话大会啊，佢有小组啊，分小组啊，而家就搞埋呢个提振经济小组。18区都有嘅，咩叫提振经济小组啊？就戆撚鸠咯。咪日夜都缤纷咯。咪就係搞日夜都缤纷咯，而家就係、是。呢、這个就简单啲嚟讲叫日夜都缤纷小组。咁开会呢就即係就算俾你開會都係輪流喺度整埋啲屎橋出嚟㗎。咁我今日又話有人要請假喎、哦。嗱因為呢而家做區議員都好撚慘㗎，好似小學生咁樣㗎。嗱要請假呢要寫明理由㗎。有張點心紙。嗱有理由。而家呢嗰、那個做嗰個民政專員嗰個係政府嘅官員，批唔批你請假。即係好似等於以前呢你讀小學呢即是你要向训导主任啊，系嘛申请请假，嗯，系嘛，或者向班主任，唔系训导主任啊，你向班主任申请请假。立法会都有呢个班长、行长啊，即系你话你谂下，你咁大个人，你俾人当做小学生，根本就一种侮辱。行长负责收功课、啊，班长就系负责睇佢究竟边个请假，话翻俾老师知。咁呢个叫张嘉欣啊，就系呢一个叫做系日夜都缤纷嘅小组主席。咁、就话啦啊，即係哦，有啲人呢而家要请假，咁有咩理由啊？有啲点解请得，有啲唔请得啊？咁有啲呢就係、是、请假係批嘅。批佢嗱、啊、有个批嘅呢我睇返先啊。嗱、啊、都有政治正確㗎喎、啊。你请唔请假都要讲政治正確㗎喎、啊。如果你请假嘅理由係去咩呢是去即係佢而家去一個話啦，即係接待大陸的權貴啊，定乜嘢啊？去翻大陸啊，開會啊，佢有解釋嘅呢、這個係，我睇翻先，你而家揾翻先啦。啊，佢話咩？因為嗱，而家佢又有一個叫馮家良缺席嘅理由係乜嘢？係私人探訪研討會、啊，出席一個私人探訪研討會就唔係一個合理嘅原因，
亦都唔係個人身體不適，即係你逼人哋請病假啫，係嘛？嚇咁唔係啊，陳建強其實就唔關佢事嘅。呢、這個陳建強咧係係即係做駕輛嘅啫。喂，咁工作原因都唔得㗎？喂，因為咧而家區議員咧本身咧就唔一定係全職嘅。咁我如果我本身我有份正職嘅，嗯，咁我喂因為工作理由，我唔咁都唔請得假，唔係咯？咁你民政專員就話啦，合理嘅缺席理由包括嗱身體不適啦，區議會身份參加活動啦，出席立法會或者國家委任嘅會議，除咗以上之後咧，都不被接納，唔可以私人理由。咁佢又話咧，會議日期。即係可唔可以提早通知都係重要因素嚟㗎，咪譬如就係話喂，我而家我先知道突然間話開會，你 call 會就 call 會。喂，咁我有工作理由，我自己一早安排咗 schedule 嘅，咁我點開會啊？嗯，係嘛？咪以前你講起呢一啲嘢咧，就即係好簡單嘅啫。喂，我會見市民，我解釋到就得㗎啦。咁同埋你講起呢啲嘢係講緊連續三個月冇辦法履行呢一個嘅議員職務先至俾人 DQ 嘅啫嘛，以前係咁樣嘅嘛，而家我唔明白，即係請假咁簡單嘅事，竟然係可以即係由一個主席決定批唔批咁樣嘅喎，係啊，即係你而家就係、是、即係做咗區議員先知喎，原來係咁批嗰個咧，而家嗰個民建聯嘅張家印即係呢個啊，即係而家批咗放假嗰個咧，可能自己批自己係嘛？因為你係小組主席，係啊。因為嗱，我可以批自己去請假，點解啊？因為我咧係出席長春市政協會議決呢，我係出席長春市嘅政協會議，佢本身就一個政協喎。嗯。咁如果你要稱嘅話，咁咪做政協嘅工作大啲啊？咩而家零一都有講嘛？未來嘅三鳥議員就唔係講緊呢一個咩區議，唔係未來雙鳥議員唔係講緊呢一個嘅區議會、立法會啊嘛，而係講緊你係立法會，然後再搭多個人大政協啊嘛，所以有三可以有三鳥議員，其實就係講緊要強化呢一個嘅人大政協在港嘅影響力啊。咁你而家嗰啲咁樣嘅，係啊，即係你所以而家啲區議員啦，好多都係兼任政協噶。嗯。咁你政協開會嘅時候，咁你咪可以請假咯，係嘛？咁、啊、但係你就算我俾你，其實都惡撚鳩啊，其實係。阿 Foot Master 話區議員應該全職嘅喎，唔係一直都唔係。嗯。啊，即係又其實多數都唔係嘅。嗯。而家就你人工又唔係高，咁但係又要逼你全職，其實等於變相全職。係啊。啊，但係又好似小學生咁樣樣，又要交功課。系嘛？咁、嗯、我都话啦，你而家周永勤稀罕啲乜嘢啊？周永勤，你俾人哋侮辱，你咁乐于俾人侮辱嘅咩？开会先知哦，原来咧唔系咁容易请假嘅，你好咪就咪早啲等你上咗贼船咁样样啊！所以我觉得佢而家咧唔做关爱队咧，其实都有明智嘅决定，不过系贼啫，即系你话俾人听吓。咁、啊、我而家我抽身抽得早，咁就算俾你做嗰啲咧，都未必系好，系嘛？佢啲叫以退为进，唉，咁即系而家阿麦美娟咧，咁你知系心中有气啊，哇，大佬，我而家吓即系叫做系睇得你起先至俾个关爱队你做啫嘛，但系俾个关爱队你又做咁又如何啫？屌你讲真，真系好捻戇鳩嘅关爱队。如果我真系讲钱嘅话，冇理由做啊。咁但系有冇我哋以前讲啊？你做公职唔系贪钱嘅，贪乜嘢啊？即系我系贪个名啊嘛，威啊嘛，有光环或者叫光环。我哋听翻翻嚟啊，即系小道消息成日都讲啊，以前啊阿田义少啊或者冯检基嗰啲啊，好在意 honourable 呢个名噶。如果喺飞即系订飞机票，觉得 honourable 呢一个名好正噶。佢哋嗱，现实啲讲，周永勤呢一啲咧，佢选唔到区议员都好，搵唔到呢、這、一个即系拗唔到三会有提名都好。喂，咁我起碼，我可以做，我作為一個咧，即係你關愛隊，我都可以匿一匿先啦，係嘛？嗯，我咪當係一個避風塘咯。咁而家，喂，關愛隊，喂，如果我就係見到，喂，我而家我攞唔到三會嘅提名，我唔知道下一屆我攞唔攞到啊？四年之後，我要埋堆，一定要埋堆嘅呢啲係。係啊，我唔識嗰啲人，而你見到呢啲人咧，全部就係俾民建聯、工聯會啲玩曬嘅，嚇、嗯。啊
你而家你就算可以串人啊，嗰、那个叶柳啊，你有咩八资格串人啊？你估你威好多咩？阿冯同学都已经做过统计啦。阿姐姐港大美女咧，喺成个三会提名入边系俾人边缘化咗噶、啊。你而家麦美娟仲要串你啊？就话咧，唉，啲人咧，即系参选成唔成功与否啊，系嘛？即系你做关爱队嗰啲，唔应该即系影响，唔系你话你，因为佢而家佢选唔到区议员。就冇錢冇資源，因為其實佢做關愛隊咧，其實要貼嘅，每年要貼20多萬嘅。嗯，咁幾多錢啊？你個經費幾多錢啊？80至100萬係幾多年啊？係2年啊！嗱，我最少俾80萬啊，我最低消費，我要最格，我最平嘅開支，因為其實佢話咧，佢合約有講嘅，你要請6至12個人嘅成個關愛隊，最少6個人。我同佢計個數，80萬用2年。除翻48個月，每一個人6個人裏邊，每一個人先得個5000多蚊，5000多蚊。但係你未計租 office 嘅 ，office 就唔預你租噶啦。其實如果你選唔到區議員嘅話，係咪你自己可以用呢筆錢去選去租 office 啊？每個月30000多銀咋？个经费系30000多銀，仲要系房署俾平判你。今时今日你讲紧咩屋邨嗰啲，全部都系俾嗰啲咩领展会基占领晒噶。你攞唔攞到30000多蚊 budget 系第又系另一个古仔嚟噶。有乜嘢意思啫？系嘛？你话落选嘅关爱队成员应该即系佢话，唉，嗰啲人咧就值得嘉许嘅，落咗选即系选唔到区议员。都繼續留隊服務嗰啲係戇鳩。阿 TU 話即係做到咁慘，不如去無線揾老細。係咯，屌你或者咩啦？屌我自己，我參加共創明天都冇咁嬲啊！屌你，屌你真係戇鳩啊！其實真係，你做一個關愛隊，任務多多，隨傳隨到，我俾足你每個月5000蚊。我屌真係，你咁樣俾人哋使。然之後喎，關愛隊唔應該同個人議席掛鈎喎。琴日就李家超同你講喎，大把人做，嗯、你唔做大把人做，根本就係、是，係嘛？而家就話唔應該咁現實，唔應該咧同你考慮利益。喂，建制派冇利益，我做乜嘢建制派？你白痴啊！唔通你真係有道德光環啊？唔好講少啦。做建制派连钱都冇？喂，我好记得噶，即系你讲起咩建制派区议员入边，喂，2019年7月28日，系得周永勤一个走出嚟劝班细路唔好再去南边围噶。你话咩关爱队工作好有挑战性，唔好似初期咁样话咧，做关爱队好易。咁唔易嘅话有咩好处先？简单啲嚟讲，你又俾人睇唔起。我阿梁希话斋，喂，开门都唔应嘅。区议员啊，70%嘅区议员啊，即系开嗰啲区议员啊，拍门啊，70%嘅嗱，你就系得个30%嘅投票率都唔到。嗯，我而家投票俾你嗰啲开进门，就系、是、俾你27%。咁好啦，咁所以其实咧系吻合噶，同个投票率系吻合噶，开门率就等于投票率。嗯，系嘛？你做关爱队好易。一班真心为地区服务嗰啲关爱队咧，唔为议席嘅，唔为名唔为利嘅，默默耕耘嘅，你真系等于揾戆鸠，揾笨柒，就系、是、揾雷锋。雷锋只系喺大陆咧嗰啲文宣里边呃鸠人嘅啫，系咪？你估真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咩？系共产党啲文宣先至有嚿咁嘅嘢走出嚟嘅啫嘛。啊，周永群话咩？资源不足啊！喂，资源从来都系挑战嚟嘅，啊！我一早已经同你讲嘅，合约已经讲到明嘅，2年资助80至100万，已经公开咗团体可按资源规划提供嘅服务，关爱队亦都可以喺社会筹集资源，即系叫你自己揾老细咯，嗯，系嘛？我政府好均真嘅，讲到明就唔系揾老衬，系嘛？阿布斯韦恩讲得啱啊！而家关外队啊，咪揾大陆嗰啲咁嘅穷 L 啊，派500蚊叫佢哋去做咯。你真系白捻知啊！真系。你冇讲笑啊！即系我都喺啲仲喺香港嘅朋友嗰度听翻嚟都唔少噶，话咩而家做啲地区工作嗰一班友，本地嘅师奶已经俾人排挤晒噶啦，剩翻系嗰班真系广东话都讲唔正嘅大陆大妈嚟噶，系嘛？
梗係啦，喂，即係講緊中資唔夠錢啊嘛，佢本身幫開民建聯工聯會養嘅嗰一班人，結果咪要由政府走去養啫嘛，講到尾係。咁而家嚇就是、我哋頭先講啊，嗰啲咩日夜都繽紛嗰啲委員會啊。嗱，睇下今日又有啲咩啊？即系各出奇谋啲咩屎桥啊？又夜光定系隔剑啊？今次、都系发光啦吓、啊，就话咧，即系柏丽大道会点玩呢？以情人节为主题，好快噶啦，会设置花同埋心形嗰啲装置艺术。唉，我已经谂到个画面啦。大陆嗰啲情人节咧，嗰啲佢唔系叫情人节。嗯，嗱，我搵俾大家睇啊。嗱，我就算搵下上海啊。嗯。七夕節，但柏麗大道以我所知是肥仔開倉的集散地嚟喎，今時今日變咗做、哦，已經不是名店啦，冇，唔係，應該咁講，街頭近九龍公園嗰邊咧，都仲有一兩間金行嘅，之後後面嗰啲全部都是肥仔開倉嚟噶啦。啊，你其實你佢講呢一啲咧，你已經諗到噶啦，其實係。啊！乜嘢心形啊？系嘛？柏麗大道啊，而家去到一個點啊，就係話要申請啊，可唔可以轉做食肆啊？折到到咁樣嘅、啊。心形啊，先講下啊，會設置啲咩情人節為主題，設置花同埋心形嘅藝術裝置，有發光效果，讓途人入夜之後咧可以到場打卡。啊，佢就咁樣嘅效果喎，原來係。嗯。嚇呢一啲嘢喎，佢又係即係左抄右抄啦，係嘛？嚇、啊、咁其實我諗睇下大陸嗰啲啊，咪七夕節啊，係嘛？其實嗰句好學唔學啊，學之博啊呢啲啦，嗯，啊呢啲啊心形啊呢啲啦，係嘛？學呢啲啦。哇！嗰啲係七夕嚟嘅喎，七夕同七夕咪即係情人節咯，喺大陸嘅情人節咯。哦、OK， 係啊，你要即係你其實你班撚樣其實有咩新橋啫？咪就係抄人哋咪呢只啦，啊咪日本嗰呢只。啊！佢抄日本喎，咁都冇咁 cheap 喎，其實係啊呢一啲咁嘅情人節啊呢啲咧咪發光裝置啊嘛係嘛，係嘛啊呢一類咯，浪啊宜蘭喎呢啲係用呢一啲咯，佢即係屌你咪又 Google 揾啫嘛，喂咁咪再揾一次俾大家睇啫嘛，嚇佢咪呢啲咯。喂你講呢啲咁嘅嘢，我記得唔知咩幻愛橋啊，咪玩過咯。啊乜嘢咩 I love Leaven Low 喎、啊？有冇啲人會咁樣講啊？嗱，會唔會倫敦島？或者會唔會喂將個 roll 變咗 law 啊？如果將個 roll 變咗 law 咧，就會變咗犯國安法噶啦，係嘛？係啊，係嘛 ？I love Raven Law 啊 ，law 啊啊！咁啊，又會整中式燈籠？屌你中式燈籠就係屌你，即係頭先揾咗俾大家睇啦，中式燈籠係嘛？嗯，屌你有啦啊！中式燈籠咪有呢啲咯，啊咪日本嗰啲就係、是、啊，大陸嗰啲就係講緊我哋平時咧，唔係應該我哋中秋節細細個整嗰啲咁紙燈籠啊，得啦，知你咩料啊？但係佢呢啲咁樣嘅咩日夜都繽紛，係咪嗰個 budget 係咪880,000啊？好似話嚇啊，即係喂呢、這個咪楊振華撲街？喂呢、這個楊振華違反國安法喎，搞尖沙咀護照喎，你係搞尖毒喎，你條撚樣係。咁元朗嗰啲點算咧？何大總統都未出聲。哇！你有冇搞錯呢、這個？喂，快啲報國安啊！呢條撚樣嚇搞尖毒啊！呢條友係楊振華係咪呢個楊？唔係呢個台灣呢條友啊？呢、這個。哇！肥頭得意嗰、那個，肥咪又係啲 lego 樣嘅屌，係啊！啲民建聯好興 lego 樣喎，佢話而家啊唔缺啊，即係話咩？佢話向唔少商家同佢反映喎，而家唔缺遊客到港打卡，問題在於佢唔願唔願意消費，消費咁點啊？咁啊叫佢放低啲錢咧，就令到香港發展喎，即係要買嘢啊咁樣啊、嗯。不如咁咧，呢、這個楊振華就話：我哋搞呢一個尖沙咀護照。俾游客咧就去唔同嘅景点打卡盖印，哦，咁样就叫做尖沙咀护照。哇，大佬呢、這个咪就系叫做系即系尖毒嘅证据啊！喂，你有冇搞错啊？你思想上面已经尖毒啦，而家搞紧啊！你将呢个尖沙咀喺香港里面分裂出去，从而危害国家安全，分裂祖国，你条卵样真系，唉，真系咁黐卵线嘅呢啲议员，真系立卵杀啊！啊！咁啊，仲有啲咩？大埔嗰边又系点啊？嗱，而家咧，田桥
即係其實未過咩㗎？未過農曆新年咁快諗定七情人節嘅，點解會？2月14日，因為好，因為今年嘅農曆新年好接近呢一個嘅情人節嘅2月14日。啊，嗱，因為即係琴日講完即刻響應喎，咁快喎。咁啊，大埔點搞啊？大埔原本就話搞個咩林村許願樹，發光許願樹啊，係嘛？嗯。啊，發光許願樹俾人偷咗橋之後咧，而家就諗其他嘢啦。藝文青夜市集。啊，跟住又话搞单档啊，街头表演啊，屌呢啲嘢又冇乜特别嘅啫，其实系、啊、大埔咧就搞个咩啊？佢可以参考其他国际城市系嘛？继续地摊经济，情人桥搞情人桥喺大埔嘅装咩艺术中心买锁同埋锁匙，然之后附近一田桥里边上锁，咁啊大家睇下一田桥咩样啊？啊，一田桥就喺呢度。一田桥呢，以前我记得有啲人呢就係将嗰啲係咪嗰啲催泪弹呀吓係呀，就真係绑晒喺度嘅。咁嗰陣时就真係变成大家打卡嘅一个景点嚟嘅。我就记得係嗰陣时有嘅。嗰度梗係啦，嗰度呢条一条桥。喂，咁咗喎，其实。大埔一田桥。係啦，咁咗喎，有咩咁特别呀、啊、一田桥。吓、啊、咁你就话咁样就叫打卡呀、啊。咁就变咗情人桥啊！唔系佢哋话要建立大量嘅打卡位啫，冇话俾你听嗰啲位系咪真系值得打卡噶嘛？嗰班嘢又唔知道香港历史，又唔识典故，一个唔好彩就用咗2019年嘅嗰啲嘢犯咗国安法，自己都唔知道。真系黐捻线啦！你陈巧文就喺度话啦，要考虑咧市民消费到一定金额就可以用电子显示屏，就喺呢一个咩啊？系咪？大埔啲商場啊，大埔有幾個啲即係好細啲商場連成一齊嘅，其實係咁啊。情深説話未曾講，用顯示屏發表愛的宣言。喂，呢啲嘢咧，你話個屏幕夠大，你去到啲 Sogo 咁就話啫。你話大埔有咩大商場啊？嚇、啊，俾你搞啲咩情深説話未曾講？喂，你啲咁樣嘅，喂幾多歲啊你？喂，你条友起码大过我哋喎，嗱呢啲咁嘅屎桥，起码五啊几六十噶啦，等退休嘅啫嘛。情深说话未曾讲，喂，咁你偶像一定系黎明啦。我有说话未曾讲，屌你老母！屌你真系，唉，我都知道你屎桥点嚟啊！坦白讲系，我唔喺香港又唔代表我，唉，即系我系欧。但我已经估到你其实想啲乜嘢啦。咁就代表佢更加拗。为期一又为时一分钟，呢啲唔系你原创嘅。左抄右抄，你班咁嘅垃圾。屌，根本就系以前啊，讲紧唔知2015、2016年成个社运低潮嗰阵时，我哋翻去 City 去到中大嘅民主场，见到个民主场系攞咗嚟俾人沟女咁样啫嘛。啊，南极烧我有翻咁上下年纪喎，阿 May 我就知道系。喂，唔系喎，喂，系喺条桥入边咧，情深说话未曾讲之后咧，要喺宾珠针噶喎。系啊，嗰度试下玩。咁你系咪要喺青马桥搞宾珠针先？嗰条桥啊咁矮。系咯。吓，你喂，即系你讲啲喂，你咩情深说话未曾讲，你 mon 又咁细啊？喂，我仲好记得噶，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啊。系啊，屌真系，唉呢啲。乜嘢啊？仲有咩许愿夜市啊？林村搞许愿夜市哦，佢唔甘心喎、啊，俾呢个尖沙咀抄咗桥之后咧，而家想搞个许愿夜市喎、啊，啊！咁尖沙咀啲点样许愿啊？星苑，我顶你，即系喂张柏芝都唔知去哪边度噶咯，仲同我讲星苑，咪真系你呢班卵样啫，真系。你唔能够唔当佢笑话系嘛？你最多你都系即系你真系认真真系眼火爆啊！你见到呢班友系咁，所以咧啊，即系我哋同你讲下经济啊，系嘛？嗯，经济嚟讲咧吓，就港大啊，今日就做嗰个预测啊，咁就系由阿黄咩咧？咁啊嗱，你睇下港大今日做咗预测啊，今年咧嚟紧呢一年咧。咁嗰個 GDP 嘅升幅啦，咁、啊、就去到 2.2% 第一季喎、啊。嗱、啊，即正面啲去睇，有升已經算係咁噶啦，係嘛？有升就算係咁樣嘛，相對於舊年啊嘛，舊年就話，唉、哎，咁其實而家有得翻升嘅，第一季個出入口嗰個數字咧，可以扭轉舊年嘅跌勢，部分原因就基數較低啦。啊，第一季嘅進口同埋出口回復翻嗰個咧，就大概5.8%至5.5%。但是
長遠嚟講咧，其實都要靠內部消費嘅嚇。佢之後有講嘅，其實係咪係係預計翻香港係需要靠內部消費去到頂翻住，因為大家都好清楚中美關係唔好咧。你講呢個進出口轉口呢啲咁嘅嘢咧，香港好難食落去噶啦。你諗下，越嚟越多公司都俾拜登制裁緊啦，係咪先？係啊。咁啊，哎呀死啦！頭先我揾唔係㗎，我記得啊，葉咩如果你喺讀媒嗰度揾咧，葉劉都叫人學阿拉伯文啊嘛。係啊，葉劉叫人哋學阿拉伯文。係啊，同哈馬斯佢啊，哈馬斯佢哋做生意啊嘛，你諗下啊。